EVP 生死决即将展开。不要选正常，机器太多，让他们留到自己打。因为我想让他选我，要让对方看到希望，他才可以选。没有战术，也没有目标，见谁打谁。不敢让郑爽首发，就是怕他打。我们现在不要给他机会上场打。他们三个联合起来对付我，那到最后我的铁甲自相残杀，这样都会很残忍。我觉得我这个决定是没有选错的。比赛真的有太多的意外，有的时候真的不能确定每一场到底是谁能赢。比赛开始。这场比赛太惨烈了，还能战斗起来吗？连续的攻击。自私一点说，我们当然不希望郑爽的极速代码最后不战而胜，所以张一山如果要是能站出来打极速代码，我们从精神上是支持他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嘛，不见得你口才好就是你什么时候都要为自己的一个观点去说话的。我是就是一肚子的不认同。今天我打的就是极速代码。这是一场提前上演的决赛。王战甫加油。 No！ 赛场风云变幻，没有永远的老大。我选择郑爽。跟自己受欺负根本都没有关系啊，但是别人因为我的失误去没有获得应该得到的结果，就会非常的当回事儿了。所以我现在就正式的提出非议了。他们怎么回来了？今天你们将面临一场史无前例的八级大混战，你们将在现场所有等待召唤的铁甲中各自提名两支参与队伍。八个铁甲一起打。一起打吗？一起打。那么打成废铁了。这世界很酷。